我们先组先一场。我现在好梦已经打到第八章了。游戏也很会更新哦。他直接跳代啊，他虽然没有 Pokemon Go 这么多的图鉴，但他也是有直接跳这个新角色出来给大家看。然后直接有人家，哎呀，马里奥好可爱哦。虽然我觉得这游戏跟 Pokemon Go 两款都是竖屏的游戏，但是，他竖屏的很可爱啊。竖屏手游，哎，我还看小金鱼，我觉得好高追哦。哎，说错了，马里奥啊。你看起来，哎，我这种怎么不能开啊？我们的梦幻超可爱的。哎，他已经帮我三倍速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说真的，我以前都打不赢哎。啊，他有三个 run， 好了，打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完吧。那打完的时候，我再看一下抽卡那边。够了，够好爽了。比起那种练等的游戏哦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送很大的啦。可不可以扫荡啊？哎，这个我其实我有点忘记这个跟你们说过了没。哦，最近我把抽卡讲一讲好了，因为最近有一些钻石。哎，你们觉得我要杰克罗姆吗？来自开发者的信哦，我等下继续看到了。我先把那个抽一下。可是我们现在钻石又这么多哎，那没抽就觉得怪怪的啊。你现在是要拼的，是不是？啊，就真的很想要一只咩？草屁哦！二十连抽！啊，要一只哇呜啊！你别给我狼狗啊！你自己是五星的，巨阿萨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他这游戏的那个 NPC 很帅，把他抽光好了。这也是我累积好几个月的，好不容易存到这么多钻石，现在马上送出去，抽出去。哦，这节传说宝可梦真的不好抽。我比较怕我没有格子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抽到了吗 ？Yes， 抽中杰克罗姆了！抽中杰克罗姆，抽中杰克罗姆，抽中。好，今天标题有了哦，花很多钻石哎，来，我直接给你那个。哎，之前不是说那个 Mega 喷火龙吗？那不能帅吗？可是就算我们今天给他欧美，也不一定那个。
他给他推荐。一直在喷心呢，但是又不一定搞得上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人嘞？哎，如果我们拿欧美的话，哎呦，钻石不够了啦！摩托欧美，摩托欧美，先改冷冻好啊。不过我这几回先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技能，因为我得到手了。六六六！哎，怎么变你？